心真好，兔年到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告别不平凡的中国农历虎年，迎接充满希望的农历兔年。夏威夷中文电视台给海内外的朋友们拜年了。忆往昔，感慨万千，抗疫情同心协力，一挑战不屈不挠，您的努力感天动地，您的心愿终会实现。在2023年新春来临之际，夏威夷中文电视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福：兔年吉祥，阖家欢乐，财源广进，幸福安康。不平凡的2022年，让我们更加坚强；充满期待的2023年，让我们意气风发。在2023年中国农历新年到来之际，我们美国夏威夷福建联合总会祝海内外父老乡亲、各界朋友新春快乐，兔年吉祥，幸福安康，万事如意。